紧，老母比较健康嘛。妈安尼唔那边又生，安尼又好惊哦。伫后壁伫哩对呢，安尼。一般我拢是讲是啊，老翁老母我看就是这啦。安尼去看到老母后壁是惊，安尼慢慢啊对哩行啊，老母行偌紧都行，足温暖，足温暖啊，足友好。咱车开过看过啊，赞，俄罗赞叹，安尼。顾老母啦，所以老母安怎行，伊就甲顾条条啦，友好。那这就是佛法叫咱友好众生。所以在身口意，免落去表达。所以心业起则无烦恼，诸漏业因。所以咱今日身口意、心口意都要保持在没有贪嗔痴，没有伤害众生，又能够成为众生的模范。成为众生的安全感一样，成为众生的皈依，时时刻刻要帮助别人，帮助众生。所以佛法是一种人格发展的教育，生命教育。那各位在这一点要一定要随时保持这个威仪啊，就像我们出家人穿个海青，穿着袈裟啊，走路、礼拜、思想、行为，一直要成为影响别人，而不要让别人看不起我们出家人。这个出家人，这个出家人想的跟我们好像有点违背佛法。贪嗔痴，那这样人家对一个出家人，对一个菩萨，就像各位穿个海青，你说在那边扁受某种海里去，变气牙背牙呢？穿海青，这个手绝对袂使空来呢，你做气牙背牙，穿海青手爱安尼呢？所以啊，你入去便所尽量莫讲清入去呢，你都爱烫个好，啊，你嘛袂使乱挂呢，爱治个好。啊，为着要一只便所治几工安尼啦，普通时啊，你伫领导都爱练个好，安尼。啊，无你袂讲穿真样袂使，你讲穿真样，哦，即、這个爱挂好，啊，即内衫莫走出来，啊，莫坐遐困呢，做睡佛。所以，那你穿了海青，那你要有一种使命感。我是在表达这种诶惭愧心、危机概率。你合佛，做佛的学生，你表达佛，因为真侪人看未到佛，伊是对佛的学生、佛的地主来了解佛，即句话请记好掉啊！你手挂念珠，而且你是出家人，你是在家居士。把人就对咱的心口意去看到佛的形象、佛的思想、佛的行为，那这一点各位一定要里外如一。所以各位呢，外口要修戒律，内底要保持净念。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秉持恳行，无论安怎爱个条条叫秉持虔诚啊，对佛菩萨的这种虔诚尊敬。所以由外而内，心诚啊，内心里面完全用佛的思想。所以内以六念尽其自意，咱普通时也是贪嗔痴、贪钱、跋筊、爱睡啊、盗经啊，咱今日拢袂使自意。咱的自意是佛的身口意的自意，观音的慈悲、地藏菩萨的大愿、阿弥陀佛的悲愿啊。那所以我们用六种念头来净化自己，这个叫念佛啦。跟他最垃圾，你给他放一个明矾，然后呢，慢慢的水就净化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清澈见到底的水，心情好好啊。那里面又有鱼在游，所以我每次去阿里山，我都要去那个湖看那些鱼哦，那个很心里非常的快乐。原来这个空性，而且菩萨清凉月，常游毕竟空，从清净里面去利益众生，所以我们喜欢去看这个。所以我们的内心也要让别人觉得一点都没有烦恼复杂，而且呢，就像清澈的湖水，而且呢，显现光明啊，显现佛光啊，给别人，所以。一个湖水可以赚几千万美金，我们到德国国王湖，哇，多少的人要来看这个湖水，
啊，这么清澈看到底，然后呢，山河一线，啊，这个山跟湖这样，跟人盖的建筑都合为一体，我享受啊。所以这个人嘛，爱好这个尴尬，所以叫八关斋戒者，世间莲花。那你的身口意要如此，特别你的心态啊。这人外表呢，穿得真水，内心内底真肮脏啊，有所求会给我们压力呢，不快乐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咱学佛，你做学佛不是讲你一定要读真济册，这是一个威仪啊。你敢那坐在车顶，大家都会眼光会看到你，对你的身躯看到是一个端庄。伊讲我看到一张相片啊，一个老人，迄头张拢白苍苍啊，但是伊坐在车顶非常有威仪啊，衫穿甲毋是真贵，很端庄，所以人家就偷拍他的相片，说这个老又美啊那个啊，对面的年轻人偷拍他好几张，所以因为他很庄严，跟他去拍到这老和尚啊，那个老和尚，让我们看广清老和尚。这些大和尚，哇，看到他们的老，那是让我们很羡慕，因为他一辈子修行的结晶，这么样庄严自在，解脱生命的感觉，又对众生慈悲，各位要朝这个方向发展。所以各位哎，尤其菩萨都是咧应风众生的哦，啊，菩萨都不是干那为家己，但是一切要安怎应风众生。咱爱有爱护众生的心啊，咱爱有无伤害众生的行为，你主人得影响众生。所以第一，念佛慈悲导师，每一个佛拢是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要引导众生脱离无明轮回，到清净净土中来成佛。所以每一个佛，各位爱都去甲伊思维。那为着要了解，各位爱念佛。那阿弥陀佛安怎成佛？安怎度众生？释迦牟尼佛累世安怎成菩萨道？乃至呢，实现在印度安怎出家？那么开悟以后安怎度众生？啊，你拢要去来了解。所以讲阿弥陀经、讲华严经、讲地藏经、讲法华经，咱来去来了解。第三念经，那是他祖师大德出家人，那么按照佛陀的教法来。修行来利益众生啊，安尼咱都福报啊！你俩去供养一个清净乞丐、诸比丘、出家人，哇，五百劫人天福报，乃至呢无量劫，因为那发菩提心，所以各位爱做别人的福田呐、啊，人天福田。第四念天，那么让他将快乐顶了一世人啊，那一世人短短啊一百年、八十年，对生甲死拢咧艰苦。心怒病死，种种的身心五蕴会自苦，大家嘛咧遐上遐上，念遐听念遐听，拢袂好，愈来愈老化，愈来愈恐怖。超过五六十岁，目睭转老花眼啊，又开始歹啊，脚头骨歹啊，大家就赶紧要来运动，看会较好袂安尼。所以这个世界，那各位做人对对啊，但是如果你升天呢？啊，乃至去净土呢，长寿安乐。那去净土，各有法度听闻佛法，所以各位爱不要要舍弃今生，舍弃今生，为了来世，为了未来。所以各位唔通追求现在的快乐。哦，阮翁对我就好，阮囝对我就友好，哦，我就好呀。那个是如梦幻泡影，骗你耶，能够骗你。不要追求那种感觉，及时行乐。要看到未来，这个未来代表你相信因果，相信轮回，所以要发愿往生都算内愿呐 啊极乐世界。第五，那就好好的持戒、身口意。所以各位，你到底做好做不好，爱别人给你看法。所以人爱有神弟兄，爱有老师啊。佛教是学生、老师跟学生的教育。那你要成为别人的老师，那你要把自己的身口意心态行为还要累积做老师的资粮啊！你没有过去累积的布施，一只高啊，一堆丁细狼，你得对就好啊。跟他舍利佛尊者救一只去用独等卡的高啊，可以物件吃，直直给他讲佛法，一只高啊，两天死去啊。
结果那只狗来投胎做伊的徒弟，叫金头沙弥啊。一世人金头沙弥出家就证得大神通，以这种大神通来服务舍利佛他的师父。那一只狗都要度他啊，所以那我想各位了解这个轮回的道理，所以我们要广结善缘。第六，念布施，普济贫穷，需要快乐的，需要金钱的，需要佛法的，需要健康的，我们不断的去帮助。所以各位很喜欢写消灾排位，也麻烦各位，那云林剃须毛就是老人院啊，善恰郎啊，独居老人啊，啊，缴不起便当的这些学生啊，这么多医院啊，虽然他们有钱看病，但是不知道要消业障，要超度冤亲债主，要调整身心啊，因为你脾气坏，你在中风，你伫看医生，伫食药啊，食个肾脏都坏去，啊，你脾气唔改，嘛赶快中风而死。那这个道理我们知道，那各位呢，还可以跟人讲，啊，为着要跟人讲，爱跟人接近啊。特别因即马较艰苦、较善车，咱都有机会来接近了，就给这接近的机会来讲佛法，来讲给对方听啊。所以各位要这样普济，不分宗教，不分种族，不分种类，普遍无分别，救济所有艰苦的众生，特别钱啦啊，世间善车的人，你安怎好家的所在，日本人啊，七个。囡仔都一个咧巴肚枵，你看，你本汉好惊呢？迄是看会到，是伫大都市伫装卡，可能就侪。所以日本和尚最近有一个啊，逐工就去甲一挂寺庙，因为寺庙逐工拢爱拜拜，拢有一挂糖啊饼啊，伊拢去甲因拜托，拢甲因收来呢，去送互善车囡仔。我愈侪人咧甲斗相共，啊，迄个囡仔足欢喜啊，因为厝诶善车，因今路食无就好物件。啊，所以你就加一袋物件回，顶头个肯举一回，那这个和尚那就是菩萨嘛。所以各位每个人都在自己本位里面做该做的事情，那我都帮助哈林姐善起来啦，那就块米和胶啊加嘛，哎河来的哈林姐鱼啊，大刚买的啵，你切物件加，那就睡觉叫大家加给你尽力而为。啊，一打流浪狗，免那个狗。所以想尽办法啊，普济贫穷。所以外在用八条戒律约束我们的牲口，为第一不杀害众生，第二不偷盗，第三男女之间全断淫欲，乃至第八贵恶不兴啊，一顿卖家贵恶不兴。所以各位现在养成一个习惯较好了，暗时卖腰就好啊，安尼身体较健康啊。所以我出家我就可怜了，师父暗时请你吃饭可怜了，吃烧酒又去用念，所以我就对人家我就感慨。但是如果八关斋戒我就很自在很快乐，我就可以多做几件事情啊，而且呢晚上很好睡觉，不用为了吃八饭都要走来走去，饭后百步走啊，那就感慨啊。所以因为没办法，特别现在人重晚餐啊，要吃得好变颠倒，然后规矩是早上最重要，基本上晚餐最重要。但是你行菩萨道的不多啊，就知道好像要随顺众生呢，令众生欢喜啊。师父来吃饭，咱就吃一顿饭两三点钟就会办法会。但是现在想想也是要慈悲啦。所以我很喜欢像今天这样守八关斋戒啊，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。所以昨天晚上我跑了医院啊，跑那里去看看几个病人啊，记得老狼啊，看到发书来啊，就欢喜啊，不要讲嘛，避开斗得啊。但是这样我们也能够修悲心，因为多了很多时间。当然不是排斥吃饭，假崩了，我都做多重心，今麦是快乐型啊。但是我们今天大家就不吃了，因为我们守八关斋戒。所以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，请要听哦。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，心口意三业清净，无伤害众生，安尼就净下解脱，往生极乐世界之因。
成为出世正因，解脱根本。那他呼啦一定爱练习，可以表达自己的心念，而且可以跟任何友情沟通。各位要开始练习啊！如果你的个性跟人家沟通不来，冲突不和谐，那这你就没有空性啊，因为你有强烈的自我啊，你没去帮助众生，恐怕有障碍啊。那我想各位要学习观音菩萨，叫学习倾听，注意别人的讲什么啊，注意别人的想什么，然后呢，我对这里底有法度开斗三工无？这种无执着的斗三工啊，不是迄查甫囡仔去听男朋友的讲啥，迄种是执着啊。所以生理人听听听，哦，我听你跟你斗阵是要跟你趁钱，迄拢无好哈，迄袂开智慧。这个开智慧呢，就是只想到对方，服务对方，接近对方啊。所以各位要练习看到人就阿弥陀佛微笑，帮助亲切啊，唔通讲啊，要甲这个我不爱插你啊，你安怎？不能执着，也不能冷酷啊。一个女孩子如果冷酷啊，我发现很多都有子宫癌啊，什么什么的这些冰冷啊，冷酷。所以我想，各位要从你的眼神、从你的声音、从你的威仪表达一种我为你而存在。哇，时时刻刻都会好不利耶啊！就像我是读观光科的，我们那时候就是学什么啊，穿个好看，徛在遐，要表达什么？我时时刻刻都会好不利。我们系主任说呢，不管你的餐厅、你的饭店、你的做导游，阿伯你做头家、你做教授，拢是我为你而存在。你随时也可以救我，我随时要将同好的给你啦。我想就像各位坐飞机看到那些空服员啊，你给他一个眼神，他就跟你打招呼，他就很亲切的。所以不但如此，还要学套有他心通，你边讲我嘛知道你在想什么啊。然后呢，我就知道，你现在要喝水了，你现在要上厕所了，因为人的念头啊，就会表现在相上面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有观察的能力，甚至修到他心通一样啊，你要随时也要看别讲嘛，看别讲。做行李嘛，怎样别那做行李，你得别化妆品嘛，在今天来什么同好，你别目镜嘛，讲这个面咧挂多一支，安尼啦。你有没有把东的拿给西的？那对方就像烫头发的师傅，为什么他成为出名的师傅？为什么他成为最好的照相师？哇嘞，这个翕相安怎翕的？翕到水，歹歹嘛，佮翕到水。这个人嘛，这个角度同好看。啊，这个人的脸型、衣服、穿什么鞋子，你要配合对方。这个要利他的思想，而不是说我在卖这个药品，我给你上好你，拿去俾别人诶，还犯了自赞毁他嘞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很平静。所以好好的目的呢，就是呢，要安怎增加自己服务所有众生的能力，让这个众生离苦得乐，究竟解脱。包括一只狗啊，包括一个鬼道你看不到的，包括一个地狱道众生，你要安怎迄个心态去解服务啊？所以那经过佛法就是在讲这啦。那所以各位爱修身，你爱了解众生啊，了解众生。所以我也师父点来讲，你不要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啊，待太久会执着啊，有个业啊啊！你每个地方凡有友情的地方，你都要跟他结缘，结缘啊！就像我们去极乐世界，要跑遍所有佛的净土，来到娑婆世界，要跟所有娑婆六道友情都结缘。所以各位爱开始有这种的欢头喜面啊，欢喜接近别人啊，而且接近别人的过程里底，那么。是要传播爱跟真理给伊啊，不是要分别心啊，要插入不爱插入，所以个性爱改变啊，个性爱改变，爱有佛性，唔通用个性，所以卖有家己的分别想法啊，爱有佛的清净的想法智慧，啊各位要一直练习啊，唔通讲等下参加后会，参加后会，人够安尼高困高困安尼，怪怪怪怪安尼啊，那这个参加法会也没用啊，啊，请几张衫好水水好看啊，怪怪啊呢。就像有时候有一个老菩萨翁星啊，因家庭阮师傅啊，阮老母翁星哦，穿海青打满衣，啊，你看这么个所在，我看那个目睭哦，这真歹看，这可能
可能的鬼多啦呢。啊，我说我直觉，我说我帮你问一下，这个眼神怪怪。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很注意自己，心在净土啊，心存慈悲，无有染浊，那你的相自然就好。众生看到你没压力，也不要给别人压力啊，要时时刻刻要注意，所以要把缺点消除掉。能给你八关斋，没做几缸阿弥陀佛，给那些阿弥陀佛加持的日子，那别安怎将自己灰的部分，弄来给它净化，这个叫忏悔了啊。那每天每三五七改重改，叫消除遮难了。咱叫话到完全皈依三宝，得到佛的解脱，佛的解脱。咱看的菩萨都，咱不是要得到菩萨的解脱，就迄个罗汉的解脱，咱要得到佛的解脱。所以要完全放下，才有法度完全契入佛性，放下即拥有啊！不然的话，你不放下就不清净，就不自在，有分别啊！所以咱这个我执所引起的贪嗔痴，然后去造业，一直使咱伤害家己，佮伤害着众生。你脾气歹，大家拢惊你啊！你今日做老爸爱骂人，规间厝拢无快乐。你做老母呢，常常抱怨，哎呀，囡仔大概都活在抱怨的气氛里面，这个要改变啊。所以各位，你即马是家长，各位有家庭，你的心态就一直咧影响恁全家人。啊，你家己一个改变，哇，爸母就较健康，祖先就超超多，囡仔就爱转来，就爱听你的话，因为你一个人改变，世界就改变。记我这句话啊，记我这句话。所以掌握这个菩萨，前天吧，他讲。伊刚咧台北棒球参加发挥哦，真拍拼，超多伊个阿公、那翁星诶，外公外嬷来骂，多三个，很认真啊。啊，超多完，张英老爸前天我既然敲电话，伊老爸咧饲牛啊呢，就阿公，我不爱饲牛啊。啊，恁过去伊老爸拢骂讲恁拢不爱插啊，伊老爸讲，我即马感觉恁对我袂歹呢。伊就问我讲，为什么？啊！你的超度祖先啊，友好啊！祖先的加持，咱买加持你的老爸啊，对不对？啊！祖先起码已经升天啊，去给了世界嘛，再讲钱又还唔对啊？他要想尽办法啊！恁退做的虽然无电话甲讲，伊的老爸就感受到你对伊爱啊。这个往生者的超度，何况活着的人，各位请记得一句话啊！往生者的超度，何况活着的人。然后伊讲了做好梦啊，我去梦到佛菩萨。我讲你的话，连你家己嘛开悟啊，因为呢，咱好好啊持戒。然后呢，有这个慈悲心，整个世界都改变了，一切唯心造。所以各位免等下明仔载，你今日各位感觉心情歹，老母搁咧规工破病啊，咱是祖先那边超度，今仔说唔听你的话，拢卡在你的身躯啊。因为你是一个合乎的人，会使去，拢爱有好的影响，袂使有歹的影响。但是袂使要求啊。我当时爱好，你就拍拼就对啊啦！哎，卖退转，有信心的拍拼不可输，所以你都免烦恼啊！阮老爸老母归讲冤家变乱，你拍拼就好，非常都是讲伊两个就袂冤家，啊，无论两个先欢喜分开，个人拢真快乐，反正一定有好的结果。所以呢，只待因缘成熟，我们尽力就好。啊！但是尽力什么时间呢？不一定。像我呢，尽力14年，再给2年，出家12年，阮老爸才吃菜呢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改变个性，然后跟阮老母唔捌冤家啦，拢唔捌冤家啊！所以啊，两个拢真欢喜，个人做个人的就好啊。所以我无多去跟你讲，你两个卖冤家，你免那个讲。那我们自己好好做。所以好好做，就是一直帮助众生啊，一直努力修行，所以这点够也记的。所以特别忏悔，那么不是为了咱家己的忏悔，愿大众生受无量苦啊，苦好啊，我替你忏悔啊，我所修行的功德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，拢要让你快乐，将来解脱，将来幸福。那各位保持这个信心去努力就对了。第四，忏悔。所以世间淫情三宝万灵，三宝正门万灵卫护，今则垂慈降临，遍满法座。首先应悲恳受受，
各位唰，恁都要讲交请哇，无量无边十方法界啊，六道有情拢个请来，所以呢，希望诸佛菩萨来跟接受，咱咱嘛代替因，撮着因忏悔，要超度爱心忏悔哈，要超度咱先该忏悔，那么撮伊忏悔，你们叫他都超度啊。所以呢，忏悔往前，使我们跟所有众生身口意三业无污染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在放大蒙山呢？啊，这是大蒙山啊，因为呢，真正的大超度慈悲法会啊，不是超度，消灾拔度，台湾更好，两岸更和平，中美关系好，世界更繁荣，人人学佛啊，宗教兴盛，佛法兴盛，只要我们一直努力了啊，然后这就是生命的意义，不要浪费生命在别的地方啊，把生命。来为整个世界来净化世界，所以使我们跟众生身口意三业都净化无污染，方堪受戒。我今为汝等举大经济，各位听我之言音，心想忏悔经济之义理，带着所有众生决心发誓改往修来，更勿再作诸恶。阿公啊，我嘛给你请来，咱过去咧太低啊，阿妈，咱咧太贵啊。那起码呢，怎样就道理啊？啊，我做子孙的呢，起码无啊，啊，佮替你放心哦。啊，那阿妈留着忏悔心哦，啊，你都放心给了世界哦。你开始影响他们，因为咱起码蛮想着家己哈、啊。你一直想我对唔对，对唔对？你也会忧郁症呢，你也会悲观呢。啊，咱起码是，咱只要无要佮烦啊，万法的本体嘛空性，过去的罪业嘛是空性，就算业将来，迄嘛是空性，咱接受就好。卖烦恼，但是众生较要紧。打众生苦，你一个人的苦算什么？众生的苦才是这苦啊！啊，所以做囝的着感情，讲袂使。阮老爸老母卖着感情就好了。啊，只要阮老爸老母卖着感情，我安怎死嘛无要紧啦。所以，因为这就有友好嘛，何况咱是慈悲呢？所以打众生业，迄拢无要紧。你迄是小 case， 你今日有堕胎两个囡仔。你现在要超度的是，真过去、现在乃至未来，所有红堕胎的囡仔，你为因的精进那就对了啦。啊，为因的拍拼，安尼来忏悔，所以来各称自己名，来，那大家请起立。决定必成无上正觉。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奇美医院加护医学部及感染科医师杜汉翔。身为第一线医护人员，防疫期间需要面对很大的心理压力，我们可以怎么做？一、自我察觉，观察自己是否有身体、情绪或生活作息的改变，例如头痛、情绪低落或失眠等症状。二、自我维护，在轮班的情况下，还是要维持均衡饮食、适度的运动和足够的睡眠。三、自我修复，接纳情绪，肯定自己，常做深呼吸，放松身体，做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。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互相依靠，给予最及时的鼓励，一起对抗疫情。谢谢第一线医护人员，也请大家给我们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。南无无量无垢正等觉如来，南无无量无垢正等觉如来，南无无量无垢正等觉如来，念诵一遍，能消除无始以来偷盗罪障。
四周心清静。